快好快好，真的快好了。欸、不是，你看、哦、大猫都已经这么明显了，你放到你说有什么？我们要给人家一点就是尊重，懂吗？他等一下怪我把他拍太久了怎么办？放大看一下，我会害怕。哦，太过分了，不好意思。就是、啊、生理需求嘛。对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今天是一个男的导演，他就不会 care 你。那个挪威的一个灯放这边。